跟你讲，你不理猫，猫不理你，社会在走行情要有沾到猫咪的一生。哈哈哈，三小啦，你们这些塑胶车没技术，还不是渣，这就是技术啦。看到我的追焦照了没？我们公升级的就是不同档次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理猫，猫不理你，社会在走行情要有耶科科，莫忘初衷啦，卖你一张贴纸啦，350就好了。哈哈，爱优可爱的女孩，要不要加个 IG？ 哈哈哈，三小啦，这猫杀鸡好好洗，我超喜欢，害我现在肉球还在湿。都没事就是湿的，这女人一定是跟其他猫偷聊天，我不理她了，我要去洗台七以散心。为什么大家都叫我还钱零元购车方案强力过件，是我的错吗？又是我的错。喵咧，看三小狼来尬尬输赢啊，怕你啊，哈阿油卡车闪不过了啊。小姐，我要回家哎，你可不可以换一台？你可以换一台吗？你换一台好不好？你换一台啦，救救你，走吧。那个小姐，小姐，我要回家哎，你可不可以换一台？你可以换一台吗？你换一台好不好？你换一台啦，这是我的猫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你下来，换一台，救救你。救救你，走吧。No， 那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不可以换一台？你，啊，我爸，我带你回家哦。怎么办？你隔壁那台很好啦，你隔壁那一台，怎么办？
臭啊，这得哦。